你不是不是二楼的吗？我上，我三哥，两个二楼两个。我被他打了，蒙着眼睛给他打了。哪位还有兄弟们？刚才我那边一楼有一个，刚捡到枪。 哎，这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蹲了一下躲过去了。枪又下三枪三个箱子后面。打完了，就我这上面这两个了，在拉人这个哥们。哪有那么多的花花绕啊，凡凡？他妈学你的吗？不是。 我学你的，打完了。打完这把还有一把，这不是先丢了个雷啊！我操，哥太懵了，哥。 爬过来！哇！兄弟们炫不炫他？兄弟们炫不炫他？兄弟们，没车。 打！叫他楼顶！别说话，你也不说他在哪，来了就别说话，我他妈！